啊！Shall I take off my shoes here? Please. Right now is your house. Thank your villa. You. Yeah. Thank you. Please. And this only we call private villa. So only your group, only your family will stay here. Thank you. Yeah. So this is the private villa and we have 3 bedrooms and the first bedroom is here. It's a pool view room. Wow. Yeah. We have a pool. Yeah. It's quite new for this brand. Really quite new. Yeah. But for St. Oasis, we opened for 5 years ago. Alright. Yeah, this is a new brand. And we have here. Yes. We have a bed for, yeah. Yes. We have a bed cot, right? Yeah. For every villa. Thank you. Every villa. It's perfect for her. Yeah. You have your bed, baby? Because I have my daughter same to you, so you know we need I know you need it. 宝宝也有宝宝的小床啦，你的小床。Welcome to Chiang Mai. Thank you. Welcome to Chiang Mai. Hey, she smiles. She's happy to be here. Yes, I think so. 嗯哼，这个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婴儿床，这个婴儿床非常好，上面还有一个专门换尿布的地方。宝宝一来这边好像特别开心的样子，对的，心情特别好，因为这里很舒服，对不对？是不是？宝宝，给你擦擦脸，他应该有点困了。喜不喜欢你的小床？自己睡觉啊，宝宝，乖乖啊。自己睡哈。在清迈的梅坪河两侧呢，我就看到有很多泰国人就是在那里打抛竿。那其实是野钓的话呢，泰国也非常流行塘钓，在泰国有很多这样的池塘，有一些就是我们称为怪兽塘，它的塘主啊会把一些非常大的鱼放在里面，比如说湄公河巨鲶，比如说可能从南美来的象鱼。那今天呢，我就来到这边有一个叫清迈 Fishing Park， 看到这一边呢很多人正在钓鱼。这里的堂主 Paul 呢，他教我怎么去用面包屑来做一个饵，要不干不湿，这样的话呢，这些它又会沉又会散开，底下的那个钩子呢就用来勾一片面包比较干的那种面包边。 Yeah. Okay, let's go. Wow. Now, keep pull. Hey, something bite. Oh, yeah, it's got it. Oh, a lot. It's too big. It's too big. Okay, so the line break. We just caught a big fish, but the fish is very big. Now, I'm going to change a new line. Because the fish line was broken by a big fish, and it broke. Now, he's going to help me put a new line. Assist us, please.Yeah, scissors. Okay. So you don't need to add some water. You just do it like this. This time is stronger should be on the top. Okay. 他说那个钩子上的这一片面包啊，最好呢也和那一大团诱饵贴在一起，因为鲶鱼来的时候呢，它吃这一大团饵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把这个有钩子的这一片面包也吃下去了，所以这样绑饵呢就更容易去钓到鱼。那我们接下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钓的真正钓到一条什么鱼。
Yeah, official. Hey.不知道是什么鱼，可能是鲶鱼吧。这个蟹力应该还可以调紧一点。好，这鱼出了很远。啊，这也帮了，也帮了。啊，这 that's a problem. Yeah, slowly. Keep the line short. Show the fish. 哇！天哪，这么大的鱼，不敢想象。我如果在野外钓了一条这样鱼，哇！来 ，Good, good. How easy? That's good time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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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f course. Yeah, fish. 好。There. Good. 九。Oh yeah. Oh yeah.One more fish. Oh yeah. Yeah, this here is the striped catfish. Striped catfish is another kind of catfish. Not Mekong catfish. Striped catfish. Can I do it like this? Yep. Oh yeah. 这是另外一种鲶鱼，它不是湄公河鲶鱼。这个鲶鱼的体型呢，比刚才的那个似乎要修长一点，不过有一点特共同点，就是它们的眼睛都是非常非常萌的，很小萌的。现在呢，我要把它的钩子解开来，然后把它放走。Already on.哇，刚抛下去就中鱼了，哇！Come on！ 啊！哎呀！哎呀！啊！啊！呀！非常大的鲶鱼，在清迈。在这种养殖塘，就会很轻松地享受到钓大鱼的乐趣。OK 了，非常棒。现在我要把它放走了。好了，钓了一个多小时，已经钓到了三条。那天色也已经晚了，那差不多是时候回家去了。其实。这样的钓一次鱼，如果自备鱼竿的话呢，只需要人民币20块钱就能够享受到博大鱼的乐趣，真的是非常棒。可惜国内好像没有这样的池塘哈。那如果大家来清迈的话呢，也可以像光哥一样来体验一下博大鱼的乐趣，非常容易，傻子都能钓到。萨瓦迪卡。我们现在在泰国清迈，今天我要尝试做一道很泰国的小吃，叫做泰国鱼饼。泰国鱼饼有一种很特别的香料的味道，那这跟它用到的原材料有关。首先呢，就是把鱼肉先清理好，去骨头，把鱼切成细条，把肉切碎了以后就放在大碗里面，然后用手这样子去油搓它。这样很简单的油一下的话呢，它就会粘在一起，变得比较细腻，就比较适合做鱼饼。接下来要放这个红咖喱酱，这是做泰国鱼饼非常重要的原料之一。加一点这个玉米粉，让它的口感可以更加的粘稠。打好的鸡蛋液，大概这个配比的话呢，350克的鱼肉配一个鸡蛋就差不多。好，就把它搅拌完，大概成这样的一个凝固的状态，勺子摇上去翻不过来，这样就 OK 了。OK， 接下来我们要加一些非常泰的配料，这是叫做卡菲尔 9， 是
清灵，这种清灵哈，在东南亚地区的话用的非常多的一种清灵。那这种清灵的话跟我们平常用的柠檬很不一样，它的表皮是凹凸不平的。这次的话我们会用到它的叶子的部分，把这个清灵的叶子去了梗，然后切成小碎片。这是泰国的罗勒叶豆角。好了，现在把所有东西都搅拌在一起，锅热了以后呢，往里面加一点点油。这个锅有个好处，来来做鱼饼有个好处啊，因为它是不粘锅，所以是需要放一点点油就好了。泰国人做这个鱼饼的话，他们会用这个很多油去炸它，那我觉得这样吃起来的话呢，相对没那么健康，所以呢，我就喜欢少放一些些油。但这个锅放一点油的话，也可以煎得很好。好了，鱼饼已经在煎了。那做吃这个泰国鱼饼，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配它的这个很特别的spicy sauce 辣酱。那其实在家里也可以非常轻松做这个辣酱，因为它需要的材料很简单，蒜头，还有这个辣椒、白醋、糖。我先放两勺的糖，然后呢，就拿到锅里把它煮一下。泰国鱼饼做好了，非常的简单。现在我们要去吃鱼饼啦。大家好，口本卡。今天这是小鱼用摩飞多功能锅做的一个泰式鱼饼。第一口吃上去就是非常辣，真的还蛮辣。我觉得外面的好像没有这么多鱼肉，但我们自己做的呢就加了很多鱼肉，我们的更货真价实。他们的呢好像味道要更加丰富一点，可能他们也会加一些，可能他们做 sauce 的方式跟我们自己平时做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 anyway 我还是觉得非常不错的，能够打86分。世界厨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光哥、小鱼还有甜甜的新节目《走吧宝贝》已经正式上线了哦，欢迎大家一起来看。